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台语小教室。今天我们同样还有和我们的特别来宾陆全虎先生，大家好，大家在这里来给大家教一句话。真的是今天如果是你遇到一个人，他跟你说一些很摇摆的事情，你知道他说这个是只在碰风而已，他说就是自己多厉害多厉害，但是事实不是这样，你可以跟他说什么？你可以跟他说两个字，就是我听你在呼兰呼兰呼兰，对，他的意思就是我不相信你说的话啦，你说的话就是好像在放屁，对，好像不是事实啦，对啊，好像好的人就是这样。陆全虎先生，你敢有想要跟我们补充什么？我每天都听就他那个好人，嘿，我就是好人之王，就是齐庆武。嘿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日的台语小教室，就是这样。好人。